之爱之人将我肢解于大江南北。于今永生永世。20年前，广寒门门主素影真人斩杀妖龙，妖族从此衰落。我辈玄门人更当珍惜当下，努力修炼，不得落后。燕回幼时在山下流浪，所见所闻只觉人妖并无区别，是人是妖不看身份，看本心。即日起你便不再是陈星山弟子。多谢真人十年照拂。终于等到生气，我怎会放你走？你究竟是谁？我名天耀，我乃千年玲珑。一个小妖说自己是龙，你见过龙吗？服不服？我无意与你比试。你反抗我，就是意图与我比试。我被你伤了，没有了灵力。搞了半天你也没有灵力。那个陈星山的人在找你。你跟他不是一伙的？我在铜锣村隐世而居，自有我想隐藏的秘密。玄门人不值得信，更不值得救。你身上的伤疤是怎么回事？我在洗澡，请把窗户关上。你怎么这么快？龙乃万物不伤之体，以龙之力制成铠甲，可使人长生。素影真人似乎已经寻到了他那下落不明的爱人。你醒了？说不定他现在已经开始寻找那片遗失的湖心灵了。没有湖心灵，你活不过三日。你敢出卖我？谈何出卖？我们本来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要卖，我也只能卖我自己。再一次月圆之夜。